因為他而家嚟嚟嚟去都是賓城，係吉隆坡，賓城吉隆坡夠啦已經。係，其實仲有好多好地方㗎，真係。帶我去東馬嘛。係啊係啊，冇錯。佢就話啊，呢條西馬啲海灘都好靚，咩咩咩個。咁其實馬來西亞仲有啲更加靚海灘，即係稱得上世界十大喺東馬嗰邊啦。當然西馬呢度都有啦。跟住佢睇完之後，我琴日即刻俾我老婆睇，哇咁正嘅。呢個馬來西亞嚟㗎，係馬。我想要的。